有一点疑问。对啊，你是？没错，真的啊？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参加完他的那个苦咖啡新闻发布会回来。这么快？真的假的？不要被他眼神扫到会怀孕。好危险哦！不要听他唱歌会怀孕。不是，我还没搞懂啊，怎么这个就有联系在一起了呢？啊，简单的来说就是四个字，你要负责。太好了，我们的节目这周的收视率一定低，赶快写稿子。你确定你老公不会看这一期节目吗？我老公就在现场。啊，在哪里？哎，在哪里？哦，这个就是你老公哦。哦，凶手就是你。其实呢，就是他去参加了你的一个新闻发布会，然后回来就跟老公说我怀孕，哎，我当没解释一样。啊，不是说收了？喂，好好，我们不纠缠这个问题，让他自己解释好了。对对对，这样讲啦，哎，她老公让她怀孕，但是我给她的孕呢是好运的孕 ，OK， 都是孕，好不好？急得我呀，汗都出来了，哎呦。好，但是有问题要问了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好，来来一下，嗯。嗯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居然还能保持冷静，我太佩服你了。好，你问吧，你问吧。我想让你给我还没出世的小宝宝取个小名。哦，取个小名。哦，取个小名啊！哎呦，我一定要跟他的先生讲一下，这位先生，他其实只是。他只是想给他起个小名，对，大名的权利还是留给你的，你取好不好？啊，好吧，别放心上了，好不好？安心，嗯，好吧，啊，可以，小名，啊，就叫小名啊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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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小名，笑话里面的那个人物都是小名。你喜欢你喜欢有些什么方向吗？这样他比较好，比如说是有趣的、好记的，还是有点文化品味的，还是好养的这样子？好养，有趣的吧？有趣的，有趣的，对。有什么笑容哎？开心啊？没有没有，今天来福州嘛？啊，叫福娃。哎，好嘞。就是奥运的对啊吉祥，对对，万一生五胞胎的话也都有名字啊。哇，五胞胎，福娃五个嘛，你以为是猫啊？五胞胎，在福州碰到胡歌，他给他起小名叫福娃，你觉得怎样？不错啊，因为有福之州嘛，有福之州生的小娃娃叫福娃，有福之娃，有福之娃，嗯，满意哈，满意，漂亮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到时候一定要记得小孩生出来的时候拍照片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照顾一下孕妇。哇，真的好贴心，你知道吗？那接下来呢，我马上要请另外，我还没有说我要不要就哦，对对对对对，真是好人，对吧？对，刚刚是他回答的还蛮那个的，是。我觉得这些歌迷问的问题都不咸不淡的啊，但是呢，刚才那个既然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啊，那我就那个三万就减掉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减掉三万，好，谢谢。十万，因为孩子的母亲不容易嘛。对，我希望后面的人那个，对，好吧。谢谢。好，我们马上有请下一位谁？好，来了，好，丫头来访问他。哎，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金鱼游丝。金鱼游丝啊，那你有什么问题想问问呢？等一下，它叫金鱼游丝，听起来像一种面的名字。对啊，静云游丝。哦，静云游丝，很有意境的，很有意境的，你听不懂的。也可以去云吞面了。好了，那你继续来好了。好，听说你要在上海开一间就是关于吃的店，啊，然后我也知道你在全国各地都有吃到一些美食，那作为你的胡椒粉，那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折扣呢？比如说穿的会服进去可以打五折之类的。漂亮，漂亮，这个会赔本的。哎，先说一下开店的事，对， okay， 大家很想知道。嗯，哎呀，你们节目组真的太贴心了，还可以让我在这里做一下宣传，对呀，啊，还可以说街道的名字。好 ，OK， 那你就说吧。对。我在广告部兼职。好，来胡哥。哎，我广告时间被你占用一半了。好，我十月份嘛，九月底十月初会在上海开一家日式料理。哦，对。
然后对，然后是在一个环境非常优美的，以前是上海的法租界啊，是可以的，永嘉路，叫永嘉亭的地方啊，是的，一定要去，好吧？到时候你请我啊 ，OK， 非常好。开这么高档的地方，对啊，没有好几万吃不下来。这个话题还没有说完，就是如果穿的会服去的话，能打五折或者是更低的折扣吗？这样子，穿两件免费，穿两件就免费。他说穿一件打五折，穿两件就免费。你千万不能答应啊，影响你的人气，开幕当天就好了。会赔粉呢？对，这样子，我会特别安排一天试吃，所有来的胡椒。全部免费，对，哇！然后之后你们来，只要我在，肯定有很大的折扣 ，OK？ 哎呦，哎呦，哎，真的很好。喂，那个夜市吗？帮我批发一下，等一下我就发短信发这种 T 恤，帮我批发个100件这样子，好了。哎，这个问题他回答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有诚意啊，很有诚意啊。对，但是他做广告了呀，啊，那折扣一下啊，折扣，嗯。那就抵平吧，抵平就是他到时候给我3万，再减2万。哎，你们是谁的人啊？减，不减。偶像的人就不用减了，就算刚才给你做了个软性推广，好不好？行吧。啊，我已经不想跟你说话了，随便你说怎样就怎样。随便你。好吧，好吧，减1万，减1万。好，哎，还是有用的，黑点还是有用的。好，谢谢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金云游资，下面这个问题就真的很厉害了。因为前不久，就前两天嘛，你在微博上面有一条说，你妈妈准备要让你去相亲了。啊，那一条都有看到，对不对？啊，胡歌微博相亲大求救。你妈妈会让你去相亲？对她找来的那个女孩，我还是挺好奇的。脸面的情绪。